我等我把我的装备附魔好，没钱。我这个弄超多题的，拜托。就一点钱钱，快了，快攒好了。这样啊，缺钱啊。缺钱啊，被你花完的女人。是我花的呀。是啊。还钱的。我刚刚看你经过那保险柜，钱就不见了，我想说。好扯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甚至还没看过我保险箱里面长怎样。保险箱有放钱，我保险箱有放钱，又放了。啊，人真好。你都别想要动我的。我嘘我嘘。咦、欸，我打完人会有虚弱哦。哎，对、嗯，不能让你一打再打。谁把路拆了？哦，又一口。路被拆了。这样，我猜的啦。告他！好过分哦 ，Yuriko 到底想怎样啊？真的，他在搞啊！这样啊，这样啊！砍他了，砍他了！同队伤害开启。这样，对。出征啊，出征啊！这样啊，甚至不是我讲的。分数落后了 ，Yuriko 要不要出来打架 ？Yuriko，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学。Yuriko 在哪打架？可是我装备不好哎、欸，还可以打吗？我打得赢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靠你的技术啊！我的技术，你身法，那确实身体也一样。那你不来了？我来了！一滴一滴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让他走，让他走。那你身法这么好，土司喵都要道歉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忽然间不小心放个屁，吓死！小喵小心一点、啊。他们有一点输过哟、哦，哇！忘了拿雪球。啊！没关系，我偷偷过去挖，他们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挖？你用什么挖我的洞？你为什么要用挖孟娜的洞？听起来怪怪的 ，Yuriko， 什么话、啊？危险！我附送一次。你没有附送，你怪怪的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为什么吧。你的脑袋洞很大、啊。好玩左手边啊，没有没有，没事啊，你经过就好了。我们的小屁孩，他去哪里呀、啊嗯？这里有密道、哦，密道哎、欸，什么顶面密道？那你谁密道？我们家的最右边有一个密道。奶什么密道奶？为什么密道奶？密道奶为什么有密道奶？密道奶是不是密道奶？这感觉是他挖来，他挖的去我们矿道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跑啊。我们是红队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是红队。我们是红队，对。文文，你亲手选的。你是不是色盲？这边挖掉石头二万石，哎呦，凉亭五百分。好贵，好贵、欸。他们有弓箭手，他们有弓箭手了。好耶，我放个炸弹。他的剑法跟 Yuriko 是不一样的。那他应该蛮烂的，那他应该蛮烂的。在他旁边要先说哎、欸，你要想一下呢。Yuriko。不是我放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是我放的、欸，好像是谁放的，忘记了。喂，哎呦，那你忘了，那就你的吧。没有，他们光无敌用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在他们家，是什么东西都是我，好不好？不要什么锅都放在我身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身上那么多锅子，有什么办法？我身上很多锅，是不是？好，只好再放一个上去了。要1200哦，1200。然后说能不能上排行榜一下？哎呦，那你就要努力的打架、啊。哇，上不去，努力的挖了。哎、欸，努力被杀了。努力又被杀了。喂，两滴，可恶！努力被杀一个，剩一个。哇，他们疯狂杀努力。那我们是不是哈基尼？哈基知道了，我要是被，你要去找到对方。哎、欸，有人在下面挖钱吗？我在挖，我在挖钱，我在挖钱。不要再挖了，赶快决斗。那、欸、你在哪里挖？你在下面挖。哦，我刚想说啊，怎么突然蹦不见了？不见了。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哪一家 ？P 开头的。哎、欸，是哟，是哟，是哟。你。就是你哎呀，尾刀被抢了，好扯！下一个哈基定型，下一个哈基定型。拖！Yuriko，你有没有鹅卵石啊？在哪里？是谁？啊！你被友军给弄了。
还要分你是不是？嗯，我全卖掉了，我叠不上。为什么要放？鹅卵石为什么卖掉？那就好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只想叠上去。有钱啊，有钱。哎、欸，这个敌军在这里发呆。我们的弓箭手，弓箭手。大喜批，大喜批。他想要捡装备，他在他们家出口，哎，他自己上。啊，残血，还残血。我的大血批。大血批，大批，大批。啊，我的。哦，哈基，你怎么还没做到哈基？这边做一个楼梯好了，这样方便。哦，怎么爆炸了？别在那做楼梯做逼。可能哈基定型。来。哈基行不行？哈基行对吧？没有出柜，没问题。炸他书柜，炸他书柜。那大皮在我这，大皮在我这。大皮到底谁？大皮就是那个大皮开头吗？有有有，哈基快，哈基。不是，你太慢了，你太慢了。太慢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还要更快。好的，哈亚哥。没有，他复活了，他复活，他没有无敌，他没有无敌了。他想去，但我发现他的东西不见了。哦，被我拿走了。但也没多好，各位小心啊，很多人。好、欸，我没有那个炸的、欸，他们书柜要炸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跑头的洞挖挖？我用爆破，我用爆破炸。好，顺便炸一个玩家。哎、欸，爆破没办法炸很多。他出人了。出来吗？我可以，但书柜还在哦、喔。回家拿血球好了。至少变少了，至少变少了。好。皮皮口袋跟他跳恰恰，因为我发现他举动我打卡不了，然后我发现我斧的斧头是木头，没你就斧头快速砍他一下就可以破了，哦、你就砍一下然后切剑、啊，下次一定行。干嘛？这个人干嘛、啊？哦，那什么谁的手榴弹还是 TNT？ 花园旁边吗？可能是我的、哦哦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在炸花园哦，一个人就快没了。会，嗯，有人跟他是小僵尸的声音吗？没错，那是小屁孩的声音。哦，不要这样说自己啦。这样啊？哎呀，锻造没钱啊。你锻造台可以干嘛？让武器去用特殊的附魔。但你就没办法有一般的附魔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在斧头上。谁呀、啊？比方说让自己的血变多啊之类的。哦，哎，我这有免费的技能书哎、欸，他们没有学到。哪一个有什么的？三种都有。哇，这么香，买起来还没用。可能你全拿，你也还没学好。应该说我先换。我刚跟着一个人跟到他们家里面那个附魔台，然后他们在附魔，我在旁边一起咚咚，他们看了我一眼啊，然后再打我。你谁？这个？哎，零零刚一滴啊，你直接上不用怕、啊，区区 TNT 你行的，上零零 TNT 啊，怕炸哦。他举盾就可以挡住了。这样哦，上辈子薯条就怕了。没事啊，薯条就是要被炸、啊。喂喂。怎么会这样？突然开始讲冷笑话了、嗯？还要现炸的哦！哎、欸，书柜弄完了，还要加盐加番茄酱。番茄酱不用。为什么薯条番茄酱合理吧？是合理，但大人不用。大人不用是不是加盐巴的？薯条就是要加印度尼西亚那个枇杷膏啊。什么鬼？原来你这什么鬼邪教？这咳嗽，我又想吃那薯条，就是加那个不错枇杷膏蘸。直接吃就好了啊。哎，枇杷膏是液体哦。是啊，有啊，有液体的。哥哥哎，丑丑的，丑丑的。枇杷膏啊，都高了，都高了。嗯。还是你他是枇杷很高。蛋糕。哦。枇杷蛋糕。矮的比较高。枇杷树。原来是猪血糕啊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我们家书柜哦，我们家书柜哦。那他们也不准有书柜。拜托我钱，我中介猪没人理他、欸。哎、欸，阿中介猪，刚刚那个消音。
哎呦，没有理他，还要理一下吗？我去，哦，我直接炸他们的人，好爽、哦！他们一直花钱呢。放个屁！哎、欸，无敌哦，召唤！有小猪耶。允允想看这只小猪吗？我可以带给你。你要带上来上面吗？把它浪费一下。我在气球上嘞。文文，你可以的，文文。一会啊。哇，文文不行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猪哎、欸。对，但你的头颅还在那，文文可以去拿。哦哦，给我。凉亭有了、有钱了。喂，凉亭、啊、是个精品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需要资源是不是？火力资源，凉亭，但我上不去哎、欸。你不是坐楼梯？我问你，头颅不先拿哦、喔。啊！我想说路过先弄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头颅只有一分钟哦，你要先捡自己的东西、哦真的啊 okay。对对对对对，观众场就只有一分钟、啊，还在这里。我去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也想要抢你的头。哇、哦，玲玲、阿奇一起上啦、哦！前后加工。哇、啊，你有燃烧是不是？我的酷！不要让他走，继续烧他。等一下，怎么还有人朝我们家冲？你谁啊？我打他打一半。啊！有剁掉剁掉。他是要去我们家的书柜。哎、欸，书柜书柜。书柜算了，书柜算了。打哈打哈，我血太少了。哎，我掉下去了。这个是有装的，可以。哇。弄一下。买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他死了吗？瑞宇可以买新的书柜给我们的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谢谢瑞宇。谢谢瑞宇。小心国王啊。好的好的，没事，我血很多。哎。为什么亮亮的？那怎么还亮亮的？天，这里很炸，这里很炸。有，我感觉到了。太多人，太多人了。嗯，我在守着。冷过去了。他们的国王在外面呢。活泼的国王。炸炸炸！哎呦，我把他炸死了。又有人去我们家了。嗯，他来了。是要来挖书柜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生气？因为我炸书柜。哦，被拿了，被拿了。书柜。可恶！装备被他拿回去了。哇！撤回去。哇！光很硬哎、欸。被他跑了，挖书柜的。居然让他全身而退。好痛哦！你看我是笨蛋吗？不要这样说自己。哟，我们后面还有杜比在，你别这样讲。你好晕，好晕，好多人。怎么杜比？啊，我们是。那不都不叠了耶？书柜都不弄了，都用叠的。这是空的。对，我已经炸他们三次。去我们家里面咯。那是因为你也炸了三次。去我们家里面咯。哦、你有在他们家楼上等啊，然后他们应该补书柜吧，然后等不到。他们刚有补过几次，都是四个。有啊，到了我炸了一次满编的，然后炸了一次四个的。属于哦。这样啊，想砍我啊？这样啊？不砍你砍谁啊？这么的国王好凶哦。打他，打赢他，你就可以掠夺他的宝石。哇，我们家的顶烈被那个友军给干掉了。哦。哎，他们又要偷袭。完蛋！哟，吓我一跳。哇，这是什么密道？他们有一个挖书柜密道。哎呀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，梦娜，喂，他上二楼。上去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抓到他，抓到他，抓到他了。哇，和平和平，我有罪，我砍人。我一定抓到你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我一定抓到你。不要，玉口做了什么事？玉口，哇，玉
Miracle 正在赚分数呢。哎，你被发现了。那密道必须给封印。完蛋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喂。欸、我们可以一起上。我们好多人哦。有准备出来了。嗯嗯。我们看分数有没有办法多扎一点也不错。